白嫩模鸡排妹伊利月底将满20岁，25日她提前晋升，身穿粉色低胸超短洋装出场，不单升级事业线，更敬业俯身倒奶，惹得现场镁光灯闪不停。而经纪公司也大手笔送上轿车大礼，并计划年底为她发行个人 EP。 好事不断，但伊利却对自己的歌喉没有太大信心。对，就是有点害怕。平常我在就是演唱，其实有在学唱歌，但是怎么讲，有每个人天赋不一样嘛，那我就只能努力的学习当中。其实我很适合当和音小天使，因为我的声音很薄，对，所以当和音还蛮适合的，但偏偏我要出EP。最近网上搞笑掀起一股全民黑处女座的热潮，中招鸡排妹也笑认处女座有时的确很难搞，并自曝最介意别人触碰她的脸。我对我的身体非常有洁癖，像例如说，如果你现在拿麦克风戳我的脸，我一定灌你一拳之类的，就是我非常不能接受我的身体有很脏的东西碰到，像例如说我摸了门把，摸了手机，我就不会摸脸。对，然后我的床一定要洗完澡才能上床。如此白嫩小脸，谁又忍心染指？哪还用鸡排妹自己挥拳头？一众宅男们早就扑上去了。